在香港科大，灵活的课程安排让我能够同时主修电子工程以及计算机科学。香港的国际化以及蓬勃的商业发展让我决定要来这边就学，选择港科大则是因为学校丰富的资源以及对创新的支持。接轨的科大也给予了我到新加坡交换的机会，我体验了不同的文化，也认识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新朋友。在鼓励倡议以及改变的氛围下，我参与了各式各样的活动，比如 Women in Business， 一个致力于提高女性在商业能见度的社团，还有 Enactus， 全球三大学生组织之一，鼓励大学生实践企业家的精神。也因为科大栽培，让我能到微软等不同公司里实习，将课堂所学转化成在职场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拓展了我的职涯规划。如果你有兴趣来香港科大念书，欢迎你参加我们2月26日星期六的在线招生说明会，与我们聊聊。了解申请报读及奖学金资讯，我们在线上见。